看这一题，他问说变电器低啊的两个小球哈，原本静止下水，如果是静止下水的话，代表这两个小球没有带电，然后互相接触。当避雷针因为带有负电，负电下来以后的话，这个就会张开了，这两个就带负电，然后互相排斥就张开。因为带有负电的云接近了，而出现呢尖端呢放电。带有负电的云，带有负电的云如果过来的话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放电，下列有关的，那也就是说带负电的云，这个会放电的话，会把负电的把它给压下来，压下来以后的话，这里就会带负电会张开。下列有关变电器上两个小球的叙述何者正确 ？A， 两个小球会带负电而分离，这个对，并保持张开不相接触 ，A 是对的。再看 B， 两个小球会带正电，这是错的。再看 C， 两个小球不带电而分离，错了，不带电就不会分离。再看 D。两个小球会带正电而分离，这错了，是再张开后再次呢下水，并互相接触，这个不对了，答案应该选 A。